哎，有贼！西客呀！哎，都这么久没回来了，怎么了这是？啊？你这是失业了，躲我这儿来了？你肯定不是想小叔再回来的，对不对？嗯？嗯？这辣椒太辣啊，不适合你做，小叔来切。到外面去做啊！来来来来来，快快快！ Everything is ready in the taxi. Good. Yeah. No worries. Let them enjoy themselves. Thank you, Sophia. No. Wait.What the hell, Lou? You don't have to go back. I have a new project under development. A lot of people have already approached me to direct it, but you are the only one who can do it. Tom Cruise and Jennifer Lawrence are on board. How can you say no to that? It's Oscar material. What is this great project of yours? I cannot see nothing better than one of my projects coming out of China. I know that the Chinese market is booming right now.Even then, it's nothing compared to working in Hollywood. It's not a big money extravaganza. It's an experimental film that has been in my mind for a very, very long time. Can't compare to what Hollywood has to offer. But I still think it's the right move. And I'm looking to make something that defends me.I respect your choice. Thank you for your understanding.陆飞，郑重承诺，10年后的今天，现在是下午3:50，我和星辰再回到这里，一起去许愿瓶，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十年后，你已经快三十了，不知道那时候的你会变成什么样。那时候的你应该会成熟一点了吧？你以为十年后的我会变化吗？如果我们天天见面，应该察觉不到变化吧？那好，那我们就相约十年，十年以后我们一起再来这儿，一起取出许愿瓶，看一看那时候我们许愿瓶上的心愿到底实现了多少，也看一看那时候的我们跟现在比变化了多少。喂，辛迪，你为什么骗我？路飞，星辰根本没有去西藏，他就在这里。他知道我回来了，是吗？路飞，你先听我说。辛迪，我告诉你，我知道他在哪里，我知道他现在应该在什么地方。哟，今天喝这个，你行不行啊？能喝多少啊你？一杯啊？一瓶？一直喝，敢不敢？谁怕谁？来，来，小叔陪你一醉方休，不醉不归。干！我都已经回来了，还归？归。喂，喂，小陈，路飞知道你在哪了？你告诉他的，我上岛了。你怀疑谁都不该怀疑我，好吗？路飞要上岛找你了，你在小叔那应该躲不过了。我告诉你了啊。哎，你慢点喝，慢点喝啊！怎么了？有人来找我了。嘿，你得罪人了？不是。你没得罪人，谁这么大胆？欺负到你头上，就等于欺负到我头上。我不想见那个人。别怕，有我在，谁敢踏进这个门半步，我打断他的狗腿！关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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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叔，马上关门！关门！开说，陈桑，外面这个人是谁啊？开说，你在家吗？是路飞吧？大概有十年没见了吧，对不对？裴叔，你摩托车还热着呢，你应该没出远门吧？哎，我跟你说，要是他真闯进来的话，我是不是应该打他？我去打他去。哎，别闹了好不好？安静一会儿。哎，好好好好好，我不闹，我忘了我。裴叔。过去，快快快！
星辰，你好吗？我不敢去想，这十年时间，你所经历的一切会有多么的困难。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在海边，你记得吗？你当时正在跳舞，我还记得你第一次生气的时候，声音大的让操场上所有同学都回过头来看我们俩。我还记得，但我告诉你，我不去美国。你激动地跳起来，好像摆脱了地球引力一样。这样好吧，我们在空中相拥。电话接不接？星辰，我是路飞。星辰，星辰，你在听吗？我知道你听得见，我在灯塔这里。我不会求你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我也不想说我对你有多深的伤害。我知道你会说这一切都太晚了。十年了，你完全有理由觉得这一切都结束了。但我们之间还有一个十年的承诺，不是吗？这不是说我们俩谁能轻易抹去的。你好，人民警察老林为您服务。老林，是我，快来我家。开宇，什么事儿啊？哎，我跟你说，下了班才能喝酒，上班是不能喝酒的啊。我这儿出事儿了，有险情。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小声点。开宇啊，你大点声。我听不清啊！我叫进贼了。哎呀！
姓什么？叫什么？我，老实叫。我像贼吗？我怎么可能是贼？我认识屋主，他可以证明我是谁。我们从小就认识的。这满岛的人我都认识，常来常往的人我都面熟，我怎么没见过你啊？我就这几年没有经常来，我小时候经常来这里的。我小时候怎么没有见过你呢？好好好，你不相信，你找开宇叔来，我们当面对质。你不光弄清了人家这个事主的姓名，还对人家摸得一清二楚。你老实交代，你想对人家进行挟持报复，还是绑架勒索？我告诉你，你给我老实点，别耍滑头。你说，你是干什么的？说干什么的？我是个导演。说啊，今天这个事情其实是你做的。小叔，我知道我小时候特别的任性。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记得十七岁的那年，我遇见了路飞。他第一次送我回家的时候，他就吻了我。有吗？你怎么没告诉我？我不好意思告诉你。怎么不好意思？我是你小叔啊，最亲的人了。你是我船长，你是我心中永远的船长。那时候他吻了我之后，我就爱上了那个男孩，我就认定了他就是我。我这一辈子的男人，我这一辈子都跟他联系在一起了。那今天为什么你不理他呢？他是个混蛋。一年以后，他跟我说他要去美国，然后我就任性地告诉他，路飞，我不会等你的，我绝对不会等你的。然后那些天，我就拉着一帮骑着摩托车的少男少女，就啪。混迹在整个城市的道路上，我就是为了气路飞。你们被交通警察给抓了，是笛子让路飞去保你的。后来路飞去找我了。真的？其实我当时特别想过去跟他说一声对不起，我特别想跑过去，我就抱住他。小叔永远在生命里陪着你。啊，没擦呢，我再擦擦。擦干净了。只要有小叔陪着我，其他不算什么。我真的是个导演，我刚从美国回来。现在准备在国内筹备拍摄一部电影。那你说说，你这个电影是讲什么内容的？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爱情故事？出来了啊！找老林有点事儿。坐着啊，别动。哎呀，现在年轻人怎么这样？谈个恋爱，闹出治安事件来。他们以前好过，
真的很好，每一天都形影不离的。路飞这小子一去美国就去了10年，应该就分手了，这不现在又找回来了。哎，我说你就是没正经，人家俩青梅竹马久别重逢，你报警说家里有贼啊？我真想按报假定把他给拘了。你没事吧？嗯，你别说什么拘我，这小子今晚得住你这儿了。什么？啊，老林，我先回去了。我这儿可是关罪犯的地方，不管好人啊。再说了，人家又没偷你家的东西，我一会儿就把他给放了。不能放啊！你说这。说这岛上黑灯瞎火的，你把他放出去，他万一出了什么事儿的话，你是人民好警察，你良心过得去吗？你说，你说的也是啊。我跟你说，今天晚上这小子要是肚子饿了，给他弄点吃的，不要给饿坏了。嘿，你这心还挺细的，我说。啊，去去去去去，靠你了，我走了。啊，记得。给他弄点吃的，好人都让你做了，那怎么办呢？你去。哎呀，我说看你怎么这么面熟呢？你还真是个知名导演。哎呀，算你走运。人家施主不再追究了，不过现在你哪儿也去不了了，都这么晚了，没有船了。再说这个岛上也没有什么旅馆，今天晚上你就将就着在这儿猫一宿，等明天早上我送你离岛啊。饿了吧？谢谢，不耽误是贼了。别再骚扰人家了。经纪人不高兴。你的机票我都帮你处理好了，我帮你安排了一个中国的助理，叫刘浩然，你在视频上见过他的吗？哦，我记得，那个人看起来挺机灵，挺逗的。身为你的经纪人，我还是要跟你说一下，我并不看好你在中国的项目。好了，先别说这个了，都不知道讨论过多少次了。我是担心我不在你身边，你又开始吃泡面了。您这怎么一大早把我遇到这儿来了？导演，资方催着赶紧跟您开个会，他们现在开出的条件跟您之前提的差不多，只要您能同意，马上就能签约。哦，对了，还有，您不说咱电影缺个舞蹈指导吗？我把这个城市专业的、非专业的都给您找了个遍，您看看，一个不多，一个也不少，全都在这儿了。导演，您这一天一夜跑哪儿去了？我们都担心死了。
星辰，你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早？学生们还得一个小时之后才来呢。老板还有嫌员工来得早的。什么老板？小本生意，我这个月忙得累死累活的，还不如你这个员工挣得多呢。你又想拿我的工钱顶房租啊？看你说的，我是那种人吗？我就是挺羡慕你的。我要是像你这么守家待业、无忧无虑的，我才不开这培训班呢。对了，有个电影公司的人来过，说要找芭蕾舞指导。小陈，我觉得你特别合适。小陈，高妹，快来帮我一下！欢迎著名设计师。哎呦天哪，累死我了！来来来，给我，放地上就好了。小陈，快过来试试，都是今年的样衣。我不试了。